哎呦了！我这个正要去就好了。我是这个作品超级疯狂的作者，可能让大家误会是因为我的作品看起来就是一坨大垃圾，我的这个电机他们是会动的，他们电量有限，每一层纸板都是我自己切，还被那个焊条划了腿去打了一个破伤风，造价真的很高。一般的纸箱它是不可能在这里配重，上面的亚克力包括里面的屏幕都是有经过设计，包括了1-2万块钱。我们家也是工薪阶层，不是说所谓的我们在央美做艺术，我们就是富二代，只是一个就是学生想要尽量的有这样一个平台，那个不要浪费，在这里做一个这样的作业出来。但是事情发酵到今天，我只是想向大家道个歉。我作品给大家误会，不是让大家以为就是当代艺术可能就是一群人在扯淡，就包括我这个作品灵感来源，其实是因为我的奶奶她特别喜欢收垃圾，我们家有一整个房间堆的密密麻麻，全都是这样的废纸，但是并没有说我收集这些，他就能换到很多的钱。他攒的这些钱加起来了，现在北京的基础生活费。但是他却乐此不疲，而且并不能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个时代淘汰了。就像我所表达的记忆一样，纸箱是速成品，人也是速成品。江西赣州市一辆公交车冲破护栏，坠落至露天平台。当地官方称9人受伤，视频显示有人伤势严重，生死未卜。5月25日。网传多个视频显示，在赣州市张贡区文清路南门口转盘处，一辆公交车冲破围栏，坠落至负一层露天平台，车头摔烂，车身也扭曲变形。有视频显示，多名乘客头部或胳膊受伤，坐在路边休息。还有视频显示，有人躺在车内一动不动，被人抬下车。
围观市民称抬下来的就蛮严重了。公交车坠落前的视频显示，公交车在转盘上行驶时，路上交通特别混乱，有行人横穿马路，有电动车转头逆行，还有出租车司机停车下车。有网民猜测公交车为避免撞人而失控，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公交车刹车失灵。当天赣州市交警支队通报，事故原因为车辆失控，车内九人受伤，均无生命危险云云。该通报明显与现场视频不符，具体伤亡数字尚待证实。着的太大了，妈呀！这个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